相对于其他爱情片，《初恋限定》没有泼妇骂街，没有柴刀锯子和球棒，最强的武器只有棒棒糖和鞋子。《初恋限定》最大的特色是好傻好天真，反而比较贴近真实的世界。真实的爱情就要返璞归真，两个人都好傻好天真，才容易获得真正的幸福。